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李婷老师，很高兴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中国的长城。在上一讲里，同学们对长城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今天李老师再给大家讲几个跟长城有关的故事吧。第一个故事是孟姜女哭长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在中国非常有名。传说在秦始皇修建长城的时候，工人们的劳动非常辛苦。一个年轻人叫范喜良，和一个美丽的女子孟姜女刚刚新婚三天，范喜良就被迫去修长城了。他去了很久也没有消息。孟姜女看到天气越来越冷，就给丈夫缝制了一件冬天的棉衣，出发去北方寻找修长城的丈夫。她吃尽了苦头才来到长城脚下，没想到这时候范喜良已经因为饥寒劳累死去了，尸骨被埋在了长城墙下。孟姜女听到这个消息非常伤心，在长城脚下痛哭了三天三夜。这段长城突然坍塌了，露出了范喜良的尸骨。孟姜女把丈夫安葬了以后，绝望地投进大海自杀了。刚才的故事非常感人吧？还有一个故事叫冰道运石，也是跟长城有关的。古时候在修建嘉峪关长城的时候，需要成千上万块长两米、宽五米、厚三米的大石条。工匠们在山上把石条凿好了以后，因为石条太大了，人抬不动，车也拉不动，而且山高路远，无法运输。眼看寒冷的冬天就要到了，石条还没有运出一块，这样连脑袋都要保不住了，大家非常发愁。正在这时候，忽然山顶响了一声闷雷，从白云中飘下了一幅丝绸。工匠们赶紧接住，看见上面写了几行字，大家看后恍然大悟。等到冬季到来以后，大家从山上往关城修了一条路，在路面上泼水，结成了一条冰道，然后把石条放在冰道上滑行运输。结果十分顺利地把石条运到了嘉峪关城下。为了感谢上天的保护，工匠们在关城附近修建了庙宇，这儿也成为工匠们出师后一定要参拜的地方。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跟长城的烽火台有关的故事。关于烽火台，中国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叫烽火戏诸侯。传说中国古代的周幽王为了博得美女褒姒一笑，在没有战事的时候点燃了烽火台，戏弄了诸侯。褒姒看了以后果然哈哈大笑，幽王很高兴，后来又多次点燃烽火，以致诸侯们都不相信了。后来敌人真来了，再点燃烽火也没有诸侯来救他了，最后周幽王被敌人杀死了。关于长城的故事那么多，还有一句关于长城的诗句，不到长城非好汉。
大家一定听说过，但是你们知道这句诗是怎么来的吗？在北京市延庆县的八达岭长城一带，有一段长城好汉坡。好汉坡是一段陡坡，顶峰海拔868米，上面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石碑。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意思是，不登长城关口的人绝不是英雄。这句诗出自毛泽东主席在1935年翻越六盘山的时候写的一首诗词。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三个跟长城有关的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并介绍了一句跟长城有关的名句。当然，神话传说是人为虚构的，不一定真实。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从传说中感受长城的魅力，增加一些对长城文化的认识。关于长城的故事，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下面我们一起来做几个小练习。一，孟姜女为什么要哭长城？ A. 天气太冷， B. 丈夫太辛苦， C. 丈夫死了。正确答案是 C。 二，大石条是怎么运到长城脚下的？ A. 人抬， B. 车拉， C. 修冰道。正确答案是 C。三，周幽王为什么要点烽火？ A. 让美女笑， B. 让诸侯高兴， C. 敌人来了。正确答案是 A。 四，不到长城非好汉是谁写的？ A. 秦始皇， B. 毛泽东， C. 周幽王。正确答案是 B。 五，今天介绍了几个故事？ A. 三个， B. 四个， C. 五个。正确答案是 A。